吧，开始讲解，偷偷开始讲。讲你买，买一格咯。你要用一半格咯，还是用一格咯？随便你。嗯、你还中到它的烂压它的浆的渣跟那个浆水离分开来，然后那个浆就拿来起那放那个果草，不要放油，那个火放小小干草啊，干草啦、嗯、慢慢烧炒啦，炒到啦它就可以色这样啊，然后你带有一点黑的，你拿起来那个干姜妈，你也不要放水，干姜妈就是干干的，你拿来炒，要磨成粉嘛，炒到它干了，你把它用那个中秋啊挪它粉粉，然后那个要炒的时候那个鸡白米酒一只那个鸡头的，你有一个公鸡的那个白米酒，你买一只来，你拿那个姜跟那个姜你炒过的那个干姜妈挪过来了，炒过了，然后就去炒那个鸡，不要放什么东西都不要放，就是这样长加去炒鸡。干炒的姜跟鸡、啊、不是干姜妈哈。干姜妈一起，干姜妈跟姜跟鸡一起、啊、一起炒，要放油吗？暂时你不要放噻，你炒到它差不多，有一要干的那个鸡肉要干的时候，你放麻油下去再炒了。嗯，炒一阵子了，你整只那个白米酒，哎，那个白米酒你。你还没有倒那个姜水啊，嗯，姜水你倒下去先，哦，倒下去了，然后才放那个白米酒，你要放浓啊，放厚，随便随便什么米酒都可以哈。白米酒那个，哦，啊，你放了，放好了，你就是这样丢到那熟。要用什么鸡比较合适？啊，那只鸡。老母鸡可以吗？啊，老母鸡的吃怎样鸡吃啊？吃你咬牙齿断了，哦，不能哈，母鸡不吃草这样，那是干姜妈哈。